柠檬茶冰越多越好喝，但其实很多人啊，他是不会做一个多冰的手打柠檬茶的。今天你花个30秒在我身上，我把详细的多冰柠檬茶制作方法分享给你。需要用到我们1000毫升的水炖杯，把5片的广东香水柠檬加进去，冰块不用加太多，4到5颗就可以了。把它的一个香水柠檬的香气捶打出来，茶汤我们选择加入200毫升的茉莉兰香，然后把这个冰糖浆加入35毫升，冰块直接给它补到500刻度线，盖好盖子，把它雪克摇匀，把它倒进我们500毫升的出品杯中，里面还有的柠檬片我们就不要加下去了，里面只放1到2片就可以了。这样子不满杯的情况下，我们要继续加入冰块，把它打包好，再这样摇匀，我们这样一个多冰的一个茉莉兰香柠檬茶就制作完成了。